胡老其实是个非常随和的人，但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啊，他是一个要求很严格，但多数情况下严格不严厉分得很清楚。嗯，该严厉批评的时候一点情面不留，那一般的情况下呢，他都是就是点到为止，他不单纯是做他关心他自己很狭小的地方，凡是跟他这个学科有关的他都愿意帮助，特别你年轻人表现出你愿意学习刻苦学习，那他就会给你提供机会。